要伫西方一秒大至尊，信心万佛，文武众神德，来行三智礼，手请放下，一敬礼，再敬礼，三敬礼，请坐下。非常感谢大家半价来参加咱这厝的会员大会首先由我薛玉璇为咱大家来主持，谢谢。咱台中市中华妇女天山人员金宝会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咱民国109年3月15日星期日上午10点，地点在咱本会会馆。由咱主席陈庆华，以及咱常务监事陈世威，以及司仪薛玉璇，总干事吴旭升，以及咱记录有关是咱张清晨。会议开始，所以由我本身来开场白。咱今天非常感谢咱所有贵宾，以及咱各兄弟用表示表举手支持。一个由咱各有奖的明星先生代表半价莅临参加咱年度会员大会，有请咱李干事所有咱的干部请起立。向咱大家来行一鞠躬，请坐下。非常感谢咱大家莅临本会。本人真代表着咱李干事，祝福着咱各兄弟是要信徒以及教会的弟兄万万里，以及咱先生特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咱的厝，咱的武汉肺炎疫情吼，咱做出咱的全球疫情这么渐渐吼在咧扩大，不管咱经济方面。也是种种的影响也甚大，咱一寡宗庙大型的活动，以及咱有人延期，有些人是停办，所以咱等下咱嘛要来探讨着，咱三月份单纯两天一暝，咱是要来停办，也是要来延期，咱才请咱所有的咱的会员以举手，以举手。咱会请咱的所部的咱的委员用举手票数来定吼。希望咱大家咱的心中来祈求咱主恩菩萨护佑咱的游民安居乐业。咱的武汉疫情吼，会当早日平息。大家讲好无吼？希望着咱的国家咱的防疫中心会当咱会当吼来加加油吼。谢谢。那非常的感谢咱的王道长提供咱的这么好的场所，空气也非常的流通，做大净化，让咱大家会当安心来开会。咱会毛准备着咱的酒精，让咱大家使用。下等者，咱会邀请咱贵宾来致辞，以及咱各有奖奖主主持来致辞。
咱的会务报告有咱常务监事陈世威，以及咱财务报告啊，咱的请咱的会计哦洪秀云，阿哥选来咱来东北哈尔滨之旅，咱的来要来请咱的公关王巧人来报告。啊，临时动议，咱的总干事吴旭升啊，为了增加一条章程，啊，要条款，啊，要来报告。啊，以上啊，咱的蛋姐，咱的临时动议自由发言。啊，希望咱大家有较好的意见，也是建议啊，咱希望咱大家会当踊跃、踊跃啊来发言。安尼好不好？好。小细声。好。啊，咱的会要结束前，啊，咱就邀请咱的理事长啊来颁发咱新加的会员证书，啊，搁重点，咱今年搁有咱的摸彩大奖，好啊，幸运得主大奖，啊，咱等一下吼，拭目以待，安尼好无？好。啊，咱会啊有办咱这个飨宴，啊，他讲。咱这个中埔山是伫咱后里相当有名声，啊，今日料理讲要互咱食到真澎湃啦，啊，要互咱大家食到笑嗨嗨，安尼好无？好。安尼说嘞，啊来，啊咱重点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然后饮酒诶，吼，啊唔通开车，吼，啊咱这算迄个，啊你较重要啦，算喝酒，那不要开车，吼。开车就不要喝酒，这是重点哈。啊，咱来介绍，第一，咱来介绍咱的贵宾。啊，由咱屯南里啊，咱的里长陈辉啊，请好。啊，感谢你的莅临啊，非常感谢。啊，咱第三啊，咱来邀请。那呢，主席啊来致辞，有请我们陈理事长陈琼华啊来给咱地属公会各位来热烈掌声。大家好。好。我们很感谢王道长陈抗力，会当提供咱这个会所，这么好的会所，予咱大家会当伫遮共餐。啊嘛，真感谢大家啊！即届呢，武汉肺炎的疫情呢，啊，大家个拢很踊跃的参加，因为咱拢有母牛好心，予咱拢大家拢金刚不坏之体，予咱会当要避过即届瘟疫。啊，也很感谢大家的莅临啊，道长吼嘛做用心的，有遮的摸彩的礼品，啊，佮我提供的八份的珍藏的，我自己本身珍藏的，我都把它奉献出来，予大家呢，当然来避过即届疫情，予大家当平平安安的，谢谢大家。嗯，感谢我们陈理事长。啊，咱今仔可能大家再去有十早点无？有无？啊，跑啊声无拍无足大声的。是是是是，啊，那上来，那在下面创世会那在会长啊，王承德王道长，我们有请热烈掌声。啊，咱陈理事长啊，今日曾启林，啊，咱啊，屯南里的里长啊，非常欢迎你来参加咱这个会，啊，佮咱屯南里的商务干事，咱姚三兄。啊，甲拍一炮啊！今仔日咱的，这个甲咱主持，这大师傅，哦，啊，咱各乡各地，啊，咱乡主主持，啊，以及着咱这师兄师姐，啊，神神代代，咱这神知识，啊，今仔真欢喜吼，会当来啊来开咱这个年度会，啊，佮看大家安尼精神拢真好吼，我相信有母娘这个精神咧甲咱加持吼，这种文化咧甲咱调教吼，大家这个心灵拢较静落来安尼啦吼。啊，希望着大家会当讲啊，这机会搁继续咱来甲支持，好啊！即个头前者，咱李干事啊，搁即个国强强主会当来带领，把咱每一个人的教育哦，这个心灵啦吼，啊是讲咱所有的演化这个盘吼，会当有搁较健全安尼吼，啊受着咱讲白机会吼，对咱灵山派哦，啊对咱这灵的传声有无？会当较认同。啊，无进前人讲，
零的吼，咱就比较较无震动。但咱慢慢，咱就是要甲改善。咱的种佛道如拢是属于共款，心嘛爱教育，灵嘛爱教育，我咱再大大家当共心，共心了再共个来做，啊做好伊即粒果出来。咱毋是要做福报尔尔，是要做即粒善果，会当倒当个母娘的身边，啊则是咱讲了脱生死，哦离开着四生六道。啊，爬起来，咱即马咧讲苦集未多，会当讲啊，倒当甲母娘啊团圆，啊，这才是咱上界啊，这个咱讲上界悬甲上界底啊，咱所有要见到咱家己的这个真心，哦，这就是咱咧行的这个道路吼。啊，伫这非常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非常感谢。感谢我们创始会长，我们王道长啊，感恩地主。啊，咱来邀，所以咱来邀请啊，咱的贵宾来致辞，咱来邀请咱的屯南里啊，咱的里长陈辉啊，来给我们致辞。李市长啊，王道长以及各位干部啊，甲各位贵宾以及各位师兄师姐哈，啊，今仔日咱真难得会用来参加这个盛会啊，希望呢啊，咱这个盛会呢会当啊圆满顺利。啊，最后咧，祝大家咧阖家平安，谢谢。啊，感谢咱的咱的屯南里的里长，感谢你来支持，谢谢。所以咱来邀请啊，咱的也是咱这边的总菩萨，伊是咱屯南里发展协会啊，常务干事林耀生。哎，你要甲咱弟子讲几句话？哎，今天嘛是咱的总菩萨呢。啊，穿得好澎湃哦！哇，谢谢。啊，所以咱来邀请到啊，咱各兄弟啊，咱的宗主来跟啊台上啊来致辞。啊，首先来邀请到咱新的宣定职官业，我们张佑新啊，热烈掌声啊，来甘丹啊致辞，谢谢。理事长、总会长及各个干部，还有各公职的前辈，我们是竹北选定职官院，很谢谢我们机会啊，因为说实在这几年哈，看着我们陈理事长、王道长带着我们这群哈，那我晚辈是有比较害羞一点，是因为目前还繁忙当中，但是我有努力加紧脚步，我相信。在我们金母会带领之下，我们大家应该所有的道务也是很圆满啊，也相信大家健康平安啊，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好，事业顺利，谢谢谢谢。感谢我们学历职官院啊，那个永驻张佑新啊，来感恩地属啊，所以咱来邀请的咱云林斗六以金鼎，咱的张贤义师兄。秘书长吼，啊各位前辈吼，啊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啊我到了阿姨啊啦，吼啊这个面哦，生做高一高二啊，希望大家吼啊看成一个，谢谢谢谢。感谢啊，所以咱来邀请咱的新店黄天公，咱的王玉雅王师姐，有请。教委娘，各位师兄师姐、兄弟的恭祝大家好啊！咱会长、理事长啊，大家好。因为没有准备啦啊，今嘛是本来是我不参加，因为是非常时期啦。啊，我哥哥讲吼，无出门吼，容易得到老人痴呆，所以吼，所以我才今日吼才很勉强的参加啦，因为。新华来，大家都想度过这个非，这个疫情吼，希望大家拢都平安啦。啊，母娘的保佑之下吼，大家拢平平安安。啊，祝福大家，哦，感谢感谢。啊，感谢咱的黄天公，咱的王玉雅啊，咱的恭祝啊，感谢你。所以咱的邀请到咱南投六国永泉寺陈美凤师姐啊，请。秀凤师姐，无啦，伊今仔较水啦，有啊，今仔较水无。
谢啊，也拢是叫皮皮出。部长、秘书长，哈，啊，咱各位干部，大家好，啊，遮师兄师姐、各乡各地的师兄师姐，大家好。好。啊，我是鹿谷永川市，哈，啊，阮就是拢出鹿谷出地所在啦，啊，用再来鹿谷泡茶，哈，啊，会当。哦，啊，也真感恩道长一个领导者啊，哦，啊，拢听伊道长早早呼，吼，啊，伊咱听人讲早呼确实袂歹，我刚听一句，我想足逐句拢袂歹，啊，这哦要修道进前吼，你开始修道一定安尼心，都爱先教育好，吼，这个心若无教育，吼啊。咱这个做人的道理、基本道理，才会修道以后拢枉费的吼。啊，咱就是安尼，啊，就加减听，袂歹，道长讲课确实袂歹，哦。啊，祝大家，哦，啊，大家身体健康，祝福您，啊，会当度大家先过这个疫情，大家拢身体健康。感恩，感恩，再感恩。啊，再来，阮就拍泡茶，吼。啊，感谢我们陈秀凤师姐。啊，虽然咱邀请了咱台北。书信中，咱刘张玉峰，啊，伊为着讲要让咱大家搁较熟悉伊，伊搁专工，知影讲啊，咱后一下要邀请伊，所以讲搁底下让大家，但是更加来熟悉伊啦。来，热烈掌声！王道长、秘书长、所有干部，大家好，你辛苦啊！啊，服务的师兄师姐，你们辛苦啊！哈。好，我在遮，我就是台北三林堡朱庆江啦，吼、哦，啊，我特别介绍一个啦，我甲阮王道长是阮的老师，熟识是有20年啊，啊，但是咱这个天山灵源金庙吼，可能足侪人也唔捌我啦，啊，我想讲较加步，我家自我介绍一下安尼啦，啊，就这个，咱即摆就是讲咱这个天山灵源金庙会吼，所有的宗旨主持吼。啊，大家前辈，阮是实在才久无唔对，阮住台北较远，啊咧来遮学修吼，啊慢慢啊学啦，啊希望讲天山灵源金庙的遮宗主主持吼，会当讲甲阮调教，啊阮嘛要教你吼，要教恁大家宗主吼啊主持，要来去多多来学习吼，啊会当讲咱这个会大家合作，咱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就着保留这个缘。哦，这个呢，会当讲大家吼尽心尽力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啊，来弘法啊，敢若讲咱全省吼，咱全省会当敢若讲，拢来个弘法吼，啊有缘的拢来个叫叫来回，来行来回报这条缘。真真正正，我这几年，咱这几年这个天山灵源金庙会吼，真正我过日的时安尼来吼，安尼来感受真多。感受真多啊，所以就是讲，这是讲要讲予大家知影，要讲最近吼上课，我在家中拢暗时啊，昨昏拜六嘛上课，母娘真正甲我逼甲足硬的，吼，我嘛有一个学生，阿全师兄，你伫倒？哈哈哈！哈哈！吼，啊，阮头家，吼，阮迄个，阮老董事长吼。真正有心啦，在我来遮每礼拜吼来一转，差不多10年中间啦。啊，这个10年较休困啦，较侪岁啊，吼啊，较歹势啦，我话较侪。啊，咱要过来感谢一个讲，啊，搁一个，丽珍啊，丽珍在这度，丽珍师姐吼，咱这个会，咱某娘的传音，有今日丽珍啊师姐啊，甲咱传这个。传这个母音，予咱大家，予咱大家来参考，予咱大家来学习。大家吼，会使讲较用心来甲听，较用心来甲学。吼，真真正正，我的时间若有切会出来，我就是一定会听。呀，我做生理，啊，我嘛讲家长工课足济，但是我就是会切时间。我下昼睏早10分，一个影睏早10分，起来有时间。无人来甲我，无人来甲我坐就对啦。阮遐拢人来甲我泡茶，我著抽时间，即两三工，逐遍拢听一半人就来，真真正正哩。吼、哦，啊，就是讲，即、这个播音，吼、哦，阮王道长，阮的文书，就今仔日吼有遮用心，
有这用心，有要来传这个道，要代表传这个道。大家希望大家讲吼，哈来用心来较听，来较学习保管。这个保管吼，人这保险，转起来会着保管。大家啊，恭喜啦！大家哦，会当入这个会员，来入这个金庙会吼，这个铁山灵园金庙会，会当讲我伫这再次甲恁恭喜啦吼。那伫只甲恁祝福，让大家多加精进，吼、哦！啊，祝大家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吼、哦！感恩。啊，感谢啊，咱的主信叫咱的宫主刘张玉峰啊，感谢。啊，虽然咱的邀请啊，咱的歌咏声呐，主信叫啊，咱的代表咱的钟富雄啊，来就大家来跟咱致辞。理事长、道长、以及各干部以及各公敌、师兄师姐，大家好，大家早安、我代表苏新江，我阿孙啊、来参加这届信会、很荣幸呐、有这个缘跟大家在见面了、希望说以去年呢，我们会办得不错，很好。那希望说明年的话，今年或是今年的话会更好，更多会员呢加入，本会，发扬光大，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美满，感恩。啊，咱的三大主神宫，啊，咱的阿孙哈，啊，咱的宫主哈，啊，非常，咱特别的南孙，啊，伊也拢。特别传了迄个歌声啊，非常的老家啊来甲咱啊本会啊来赞助安尼吼啊，我们再一次啊来谢谢感谢他啊。所以咱再来邀请咱台北龙泽佛堂咱的江敬义师兄啊来甲咱致辞，简单。啊，理事长、洪道长，啊，咱就是李刚就吼，啊，咱就是大家会员，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早安。今天呢，由我们这个大会呢，我们大家能够来这里，大家一起来，大家的道宾啊，大家来讨论哦，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我希望我们这个会能够永远长大啊，日日升上升哈，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快乐哈，希望大家身体健康，谢谢您。感谢我们啊，咱的宫主张敬义啊，说咧，阿妹来宣布，就是咱即马咱大陆广东分会哈，啊，咱的珍珍哈，啊，伊即马伫咱台湾，啊，伊因为今日有代志啊，所以伊较晚啊较会来，啊，来再来向咱大家来介绍，安尼好不好？说咧。咱两个邀请咱的副理事长啊，咱的蔡宇大哥，吼，啊，我特别要给伊留到后边，啊，互伊较准备一下，好，来热烈掌声。来，陈理事长，啊，洪道长，啊，各工地的迄个宫主啊，主持吼，啊，会员，大家较早，大家好吼，啊，各位朋友，啊，今仔日吼，真欢喜看到大家。吼、哦，啊，咱已经进入第三年啊，吼、哦，咱第三年啊嘛，吼、哦，啊，这无简单，啊，大家各个的会员呐、啊，即各个的啊工地，吼、哦，啊来甲咱努力的啊，咱来支持，啊，一路行来，啊，希望继续咱用咱的心啊来支持咱天山灵园金宝会，吼、哦，哦，像头拄仔有迄个。江师兄嘛讲，这个会啊，一直进步吼、哦，啊，大家嘛是爱看，拢看这个会，有法度，像迄个，咱的大师姐嘛讲，这个会吼啊，全省啊，就是咱台湾报道吼，拢来甲咱参加，哇吼，咱的人员有法度发挥，这是咱的目标啦吼、哦，啊，希望大家。努力，大家支持。吼、哦，啊，今仔日，吼、哦，啊有，吼、哦，嘛有娱乐，啊嘛有迄落抽奖，啊，大家欢欢喜喜，
啊来甲这个会来圆满来举行吼，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咱副理事长。咱所来，搁再邀请咱屯南里发展协会咱的理事郭明旭啊，邀请你来上台，啊来甲咱致辞。拍鼓也无够，爱五百个对啊，啊无爱就助理。哎，理事长，啊，各位孙亚书记，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啊，本人直接甲大家请个问好，谢谢。哇，我都唔知做理事啊，你五句就好啊，安尼啊，啊，谢谢你，谢谢，是感谢。啊，咱说来，咱来邀请咱的前总干事廖玉涵，啊，咱来师姐，啊，来甲咱理事讲几句话。掌声！啊，理事长、队长以及各位先人，大家四月十日大家好。来谢来谢，临时没有准备吼，那请在这边祝福大家吼，各位吼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吼，然后武汉疫情没有传染到我们大家，阿弥陀佛平安，天佑台湾，谢谢。感谢我们那个前总干事廖玉涵啊，感谢你啊！有人作为那个贵宾啊，是咱有个别来隶属，甲咱大家讲几句话无？无哈，啊来啊！无咱说嘞，咱即卖来准备咱的第四项啊，第五项啊，咱的会务报告啊，咱的邀请咱的常务监事啊，咱的陈世威啊来个报告来请啊，大家请热烈掌声。各宫廷主事啊，主委啊，主持宫主啊，书下书记，大家好。啊，感谢大家来这个会议。啊，顶一度咱会去拜访宫廷庙寺，总共有70多间。啊，中有包括咱南北顺，吼、哦、啊。南北顺是诶，南北顺然后啊，顺是啊，互相交流，无量的信用啊，文化的推广啊，广拓广人脉啊，心灵的提升，加增加那个协和性啦啊啊，咱4月20至25。咱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啊，总共有49个参加，啊，非常成功，啊，演化，啊，受到当地的头人甲人的人气，加油甲拍气，啊，爱心的之心啊，热烈参加与招待吼啊，10月19日啦，咱广东分会成立，由张振佑跟陈真真抗力的工厂三楼成立个会议啊，本会今年度的项目。我甲会计有对过，啊，请请大家师兄师姐吼，看咱的会员手册，33页到62页，啊，看有漏稿无？啊，漏稿请大家提出。啊，注重迄个咱会执行长甲陈理事长带领下吼，一路辛苦，啊。才有那个今天的天然，天山林园金宝会，和大家认同加支持加鼓励，本会的成长、服务、学习，
道德的本质，啊，清净无为，父母娘的教育，啊，神父的支持，啊，培养心灵，净化幻缘，啊，清除烦恼，啊，大道阿行，啊，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啊，感谢咱的常务监事啊，咱的陈世威啊来报告咱会务哈。啊，所以咱来掌声啊来热烈，咱欢迎咱的顾问啊来林时追郭志远，请起立，我大家谢谢你。要来跟咱第十讲几句话无？有啊。好，谢谢谢谢，感恩感恩。啊，所以咱来邀请咱中华社头慈莲宫啊，咱的黄慧琪师姐，啊来啊来，跟咱第十讲几句话，好不好？嘿，免客气，嘿，来，免客气啦，让大家认识你。阿姨讲嘛是赶快爱的鼓励哦，啊好，来爱的鼓励，邀请。我这么大的根出哪来？师姐，我们再一次热烈欢迎你。向后转。哦，咱小桃朱连江。哦，啊，这哦，主持黄慧琪，今日咱社头慈莲宫宫主冇来到家，啊，宫主较无大都望出来，啊，非常感谢今仔日会当来这个哦，咱这个天山灵园金宝会这个哦大会哈，啊，来谢谢遮各有宫的宫主主持，以及咱各位师兄师姐。非常感觉欢喜哈，啊有这个荣幸，啊以后吼希望咱各宫的宫主主持会当多多来甲会持指导，哈非常感恩，谢谢，谢谢，谢谢，啊太感恩咱这个哈王道长，啊啊。那个理事长好，那个总干事，以及咱各位这样吼啊，技术委我看吧，你看现在吼啊，非常感恩啦。咱即届社头慈莲宫举办吼第三年诶，即个吼吼观音佛祖圣诞成秋盛会吼，非常圆满，啊嘛是有咱即个天山灵园金宝会吼啊，到咱慈莲宫吼。甲咱吼加持扶持吼，以及咱奉贤宫这个母娘吼，神威功德吼，使得咱慈莲宫今日吼即处有这个荣幸，会当这个呐圆满成功吼，会持真正是心存感恩，再感恩再感恩，来到会场真欢喜真圆满吼啊，希望吼咱遐天山灵。无会，遮哥哥，大家是歌手，希望以后有机会，阁会当慢慢甲会持，吼，来甲咱支持，来甲教导，非常感恩，再感恩，感恩，再感恩，谢谢，谢谢，几个还蛮多的，谢谢，谢谢，感谢咱的，伊也是咱会员之一，吼，所以啊，咱的慈莲宫，咱的宫主。刘世贤先生，你要不要来？打电话客气安尼哈，好，谢谢你。啊，所以啊，咱特别来过来邀请到啊，咱啊外部啊，大家外部，咱先天志愿有限公，咱的叫主持黄瑞麟啊，请你啊来台湾地处讲几句话好不好？安尼好，啊，大家要非常的客气安尼哈，啊好，那谢谢各位哈，啊，所以啊。
会会计报告，咱来邀请到咱的会计洪秀云啊来给咱报告，咱的财务。理事长，然后会创创始会长，大家好。我们108年的年度总表在我们的这个本子第57页那边有现金余款2779块，还有农会存款是16万2475块。那农会的本子是附在我们黄色本子的最后一页。在第62页，那里有108年12月17号现金余款16万2475块。那另外我们还有马币685元，那是我们理事长他们9月份有去参加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公庆，然后那个母娘有办盛世的那个马币的钱这样。再来，我们109年的，支出收入表是在另外附的这个小的册子。那我们的3月份的账是做到3月10号，其中有2月份的春酒余款，春酒余款是在第4页有2006块。然后还有新会员，2月份有一个庄服兵加入，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总共做到三月十号的话，现金余额有4498块，农会的话是余款97498元，还有马币685元，谢谢大家。好，感谢我们会计小姐洪秀云。咱秀瑜师姐一直跟咱的总干事他们两个是协抗力哈，伊也为着咱本会哈来招商社会局啦，是讲咱财务报告，是讲咱临时以后有要做一寡处理安怎伊拢百忙之中为咱本会来招商咱大家热烈来欢迎，来感谢咱两位协抗力，谢谢。第6项，我们来讨论4项。咱按有一咱们来讨论的咱南顺雕型事宜。咱来邀请咱的陈理事长来跟咱报告。大家好，因为哈，这届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哈，所以足侪大型的寺庙的活动拢有停办啦。啊，因为咱会呢，咱本会呢嘛，本有在南顺，伫3月29跟28跟29，伫这两天。啊，因为咱甲这疫情吼很接，即马当是非常时期，所以吼要请各位咱来表决，是要取消还是延期？我报告者，因为我怕延期，因为这个是无限延期啦。怕到咱年底的那个八旬怕会冲突到，那想要来请各位师兄师姐会员当来踊跃表决，就是看是要取消还是要延期，因为咱怕讲吼，因为咱是拢是在一个出门就是在游览车上面的一个密闭的空间上面行，怎么样都不知道啦，所以咱为着大家会员的安全，然后为着卖好这个疫情扩大所以请大家来表决，安尼好不好？那所以咱即卖就是来以举手的票数而定哈。我们现在请会计我们来他写的取消跟延期。好，那我们现在是现在呢，咱若要取消的呢请各位举手。取消的，麻烦算一下。这样子看是应该是已经破半了啦，那我们就决定了，好不好？来取消，因为咱加工，即摆疫情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然后那个到年底的时候，母女有个是迄个八旬，因为咱就有分成两个嘛，
然后南顺跟北顺嘛，然后现在是咱北南顺的这个时段，然后过来就是北顺，啊，所以今日冲突，啊，所以很感谢大家，啊，搁再次感谢大家呢，啊，在这个疫情当中呢，大家都能踊跃来出席。另外，那我们的大家都支持这个金舞会，啊，大家出席率真的很高，啊，会当让大家呢，啊，在这届呢疫情当中会当平安度过，啊嘛，感恩母娘，啊，吉祥如意，让大家呢，顺顺利利，啊，在道业上了，让会当更加进步。谢谢大家。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已经赞成取消啊，已经过半了呢哈。啊，那我那个是怕跑啊来这项啊，那事项的通过，再次掌声。所以给咱案有二，那么来东北哈尔滨文化交流事宜，那么邀请咱的公关黄巧良啊来咱报告，热烈掌声。李司长、王道长，啊，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好。啊，咱金舞会吼举办这个文化交流吼，啊，已经差不多我算算差不多第五年了啦吼。第一年咱去天山天地顺利办成，虽然中间吼坎坎坷坷啦吼，啊，第二年咱去天山天地挂变吼，嘛足顺利嘞，完成。第三年，咱就是上尾的迄个去天山天地上尾迄年，咱就有一个挫折，就讲无法度挂庙的，啊，咱就挂五星级的饭店吼。啊，去年第四年，去年去迄个新加坡文化交流哦，今年吼，咱的受到外界的风评都很好吼。啊，今年第五年吼，咱要来东北哈滨文化交流，可能会受到我们原本是六月六号出团，啊，受到那个武汉肺炎的关系，所以咱延至哈，咱即摆看一本诶，迄个肺炎大会一本哈，第十三页，哈。这行程内底吼拢有，啊，咱本来六月六号要出团啦吼，啊，延到九月十二号，因为会员的关系，所以我们延迟到九月十二号。但是这个是预定啦，如果咱的会员那足严重嘞，咱无法度达成这个行程，咱可能会延到明年，因为你九月份过去，以后过去十月份，你比如零度以下。好啊，到十一月份零下差不多三十度了，咱无法度达成行程啊，所以咱可能会延到明年啦。好啊，或许会取消，这个得爱看母娘的指示啊啦吼，咱不是咱有法度决定的吼。啊，这个行程吼是足好的，因为长白山吼，长白山天池。好，啊，咱即摆本来是一定要去长白山天池，啊，这是足好的迄个行程，啊，但是因为即个武汉会展咱延迟，啊，这个行程只有十天，哈，十天，啊，你老爷吼会使看内底行程，哈，啊，如果老需要，哈，如果老需要，如果呢可以成行，啊，欢迎大家哈再踊跃参加，哈，好，谢谢。现在意思就是说到时候看疫情，然后还可以再参加个对啦。啊，那有讲要参加人，或者跟香港啊，咱的公关马巧良来报名，安尼好不好？感谢我们那个公关马巧良来把咱报给咱文化交流的事宜。所以咱来按有三如何推广有功拜返。这一晚呢，有咱邀请到咱的陈理事长陈琼华啊，来跟咱说明。因为吼，咱拢一直咧推广母娘的精神啊，所以呢，一直咧道长啊，各家的咱内底干部啊，各会员师兄师姐都很辛苦，然后一直在把这个母娘的精神一直推广出去，尤其是我们的王道长。非常感恩他，阿姨拢一直咧替母娘弘法，阿姨拢一直咧
出外伫咧奉公，啊，所以呢啊，请各位师兄师姐啊，各供供主啊，你们有比较好，算讲对母娘这块领域的宫庙哦，他很一直在发挥母娘的精神，会当请恁免客气啊，向咱呢啊会呢来推荐，啊，咱会当呢大家呢可以个别去拜访，因为你起码会长时期的时候，我们要一个团体出门，这个是有较困难呐。啊，咱来讲啊，一台车自己开的小型车，一台两台啊，会当呢，这咱买晒安尼咧行咧弘化，唔是讲咱袂当讲因为疫情，咱就暂停咱的发扬母娘的精神，所以呢啊，希望大家啊各公。永驻朱祁，你们要是说有功，他们的发扬母娘的精神，拢一直有在弘扬。啊，我那个会不熟悉，那请大家会当呢啊踊跃的推举荐，好，我们会当呢啊会当过去认识更加侪兄弟，让大家会知影，咱这个会拢大家拢非常非常的用心，伫咧呢啊。咧替母娘啊，一直咧弘扬啊母娘的精神啊，这个心，所以咱拢爱，大家拢从道长讲的啊，咱的用伊老师，咱的老师啊讲的，都是咱的心，我们的心，那从我讲的内底啊，母娘呢嘛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嘛是阁是心，大家拢是因为心啊，所以咱讲因为这个疫情，甲咱的心咧退步，咱的道心绝对爱阁愈坚定，我讲。啊，这个疫情，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停顿了。停顿是咱嘴咧讲的，可是我们的心一定还是要再向前走。唔好讲因为疫情，啊，咱是只是讲没有，我们没有举办大型的活动，可是我们可以一个人嘛是以庙的以咱会的名义出去，安尼好不好？啊，来请大家会当咧踊跃的举荐，好，咱来赞，搁把这个母娘的精神给它发扬出去，谢谢大家。管咱个有讲诶，咱个拜访恁确实啊，若有新个诶兄弟啊，要推荐互咱大家本会啊来熟悉，啊会当啊，甲咱理事长、咱个群主啊，是讲咱私底下会当拢会当密他安尼吼，好不？安尼讲好不？好。所以咱今仔个诶中破西料理可能较好，大家拢他较难拢咧蛮想讲今仔做啥物料理，所以拍到下拢包无够。咱对咱又讲来拜访咱等下，咱拄下陈理事长有甲咱说袂啊？有其他的有搁较好诶？有搁要讲还是讲要私底下再密他就好了哈、哦。好好，那啊那咱这个的决议啊哈，好、哦、等那个鼓掌啊，我们来决议。第七项临时动议，临时动议，好，来邀请到咱总干事吴旭升啊，来跟咱说明。谈理事长、王所长以及干部以及金庙会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吼。啊，咱我今日要提议就是咱。咱成立的时候有一个章程，章程在我们的手册第五页。章程其实一开始都是很完善的，但是完善我们又要更好，所以咱要更新加一项吼，就是本会不会以会的名义去向个人借贷，所以私人的财务借贷是与本会无关。对啊，大家先收一下，咱来举投票举过。投票表决这样子。啊，伊拄啊提出就是讲，咱的私人的财务的借款，吼，甲咱的本会无关系。咱本会袂以会的名义来向咱个人诶来借贷。啊，这个章程啊，咱是咱新增的。啊，虽然咱所内面的表决就是讲，咱要增加咱这个章程。好，以表决，好啊，来决议，好啊，
老赞成这条的人啊，请举手。有无？对我对安尼讲有无了解无？有了解吗？还是要再讲一次？意思就是讲，咱新私人、咱私人的财务的借款，甲咱本会无关系。本会未以会的名义啊，向咱个人啊来借贷。这条是咱新增的章程。啊，咱有同意的人，请举手。啊，安尼过半通过。好，通过了，通过。感谢各位啊！所以咱临时动议，有人可要提出无？还有吗？大家要客气啊！对咱本会的，还是讲种种的爱改进，还是讲搁较好的建议？无吼，安尼咱就这条啊，咱就甲绝育掉。第八项啊，自由发言。那来，有人要自由发言，啊，要来提供的咱建议跟意见，啊是要咱道长，有搁要来甲咱补充，啊，来热烈掌声。我若咧讲话，安怎我这个就一直跳起，你来看。主要怎啊跳起，这唔免阁尴尬。真欢喜哦！啊，今日安尼大家安尼哦，开这个会，安尼心情会安尼，卖讲真压抑啦吼。啊，大家会感觉较开朗安尼是真好。啊，咱这个年刊吼，这个是今年啊，旧年会安尼啊，如果旧年若无摕到的，会当摕。吼，因为年刊是大家做参考。啊，后回明年。那最后我要做，啊，咱国奖办的啊，这个活动的相片，哦，咱就是当印在内底。哦，啊，是讲你较好的部分，哦，你讲的，你讲的部分，哦，啊，像我讲的，迄台语要写国语，就比较较歹写。哦，迄个杨书记伊的形容哦，可能就较无啊，较赖啦。那拢伊，拢我讲音啊，伊安尼写起来。哦，但是你啊用台语吼，就小可较知啦。还有一半，咱的苏静文教授。哦，伊在台办吼，哎，同嘛，咱迄个幼新的老指导老师嘛吼，啊，伊是甲我安那算讲有咧来去去安尼交流，啊，所以我用就甲讨伊的文啊来直接互大家来读安尼吼，啊，佫一个道堂迄个吼，迄个就是咱即个王迄个王孝勤吼，伊逐工传的，啊，我想讲迄文袂歹，拢甲抓落来，啊，佫有一寡较好个吼，拢伫内底，我咧互大家来看。安尼则会当讲较突破咱即满咧，即个灵修即部门吼，要修咱的心性安尼吼。当然啦，咱拄啊开始，拢是以假甲伪吼，拢伫咧乱中嘛。啊乱中，咱则出迄个真的出来。啊，你无安尼训练袂使。啊，像咱即个所在嘛是拢咧训练讲话。啊，另外一寡中主主持出来有无？伊就较唔敢讲。啊，咱若搁讲久来有无？大家搁拢熟悉。啊，你就愈爱讲，哦，就说讲，这个就是要当家教，讲咱咧学啦，哦，大人拢爱学，哦，所以讲，你会晓教学，就讲你若会晓讲教，啊，若袂晓，咱来去学，哦，就教学，安尼这意思吼。啊，因为咱李长，伊这个文凭是真好吼，啊，厝内底当讲是头啊讲，这个，拢够读册啦，伊那兄吼是早期的。早期阮七千后吼，会当讲第一届啊，第二届就博士啊。哦啊，因老二个就安那做兵个，哦嘛是拢迄个海军陆战队吼，啊，佮伊本身安那体专个嘛吼。哦，即个物仔，啊，所以讲伊是一路因迄个家内底吼，拢是对这读册，哦，拢是真正有一支个啦吼，哎，有来历个就对啦吼。啊，恁甲拍拍者。啊，这个传音吼，我是拢照某娘的电波，吼、哦。啊，我当然啊，是一挂只外表，咱嘛是爱稍微看一下啦。啊，电波了，因为伊落来嘛真紧嘛，啊，你要解释较完整，较无可能啦。啊，所以我是将着某娘迄个好歹语安尼，甲讲出来，啊，互大家听。啊，每一工有两课，啊，但是你若讲要早暗课拢落袂吼，杨师姐一出不消啦。
哎，伊还佫经过电脑教，啊，所以讲要用安尼即摆安尼讲的安尼拍片有无？咱本无遮尼粗啦。哦，所以讲咱这是拢硬脚筋的吼，啊，要照某娘的脚步，照某娘的宗旨安尼落去做吼。啊，我只是讲啊，请杨师姐哦，伊就主管的啦。本来一半的时阵就咱晒太阳，咱做了艰苦哩，啊，即摆来哦，算是骨力我啦。啊，若听听的吼，啊，再是就当个在电脑用用的话，啊，就甲铺出来，啊，互大家听的吼。啊，所以讲，这个物件爱嚼炖啦，啊嚼吸吼，阿妈迄个味就会出来。啊，无本来刀就无味啊，甲咱目睭同款啊，咱目睭无色个啊，啊无色你才看出一人，哦，这是青色、红色个啊。啊，刀的味本来无味啊，啊你啊甲炖甲有迄个味出来。啊，所以讲，这种的能源的吼，真困难啦。哦，唔是讲，我唔讲，啊家己咧搞啦，是无认真正听我，啊嘛是听大家，因为伊讲我听，我讲互恁大家听。安尼来成就大家啊！啊，某娘爱囝，迄毋免讲的啦。啊，较早我拢叫是讲我王爷公妈祖婆，就算讲足好个，因咱拢拜妈祖较济嘛吼。啊，毋知影讲某娘是真正大甲遮尔大。我伫天山108天的时阵哦，伫第三天，啊某娘才讲我来，我才知影哦，啊原来某娘就遮尔大。啊，伊佫献伊个庐山真面目互我看，天顶占一半较低啦，蛇头、龙身、骨卡，像鱼仔尾安尼。飘咧，规个天顶，我就讲，哦，啊，原来保龄就遮尼大，吼、哦，啊，所以讲，这个是我本人吼，会当讲伫迄个天山，迄个天顶拍迄个一幕，我看，我啊到99年，大概初六三点，暗时三点，啊，才献观音座，啊，甲保龄伊迄个庐山真威武，人咧讲西明山，我说足大个有无？但是伊个比个佫较大就对，武汉个大啦，而且迄就是个发心，哦，发心。啊！咱即马咧研究这，就是用心。哦，咱即马咧感应这，就用心。啊，来观音门做，伊就化身。哦，所以讲这个三心有啊，甲三天。我讲，我讲三天是生出什么天？唔知影。武极天、甲太极天、甲洪天，洪天就一般般。哦，咱即马咧讲的这洪母啊，或者咧嫁囝这个，或者三老庙这個，啊，这就是咱的寺庙啊。啊，所以讲种种，你若对这天界，你若有了解，啊，你咧行，就会愈来，安尼敢愈意思。啊，所以讲佛的，伊是咧讲心嘛。啊，道的，伊是咧练气啊。啊，所以咱即门就专门咧讲，这个心法啊，甲练气，非常久的气。啊，气流就是讲道的，咱本来咱拢是阴带阳，阳带阴。啊，但是咱即下就讲，迄个阴要甲练落了，要顺阳啊。哦，李先祖啊，做顺阳。哦，那因老师汉中的叫做正阳。哦，所以讲，这拢是到尾爱归阳嘛。哦，咱只要讲专精的喎，迄就是专阳的这意思。哦，这拢是咱多无生一，啊一生两，两生三，啊三生万万千。啊，这就是咱多的缘啦。啊，缘你若掌握到无，啊你鸟毛飞机你都唔知啊。所以讲，这是一个道门吼，众妙之门。啊，其实咱的心唔是伫遮，这心是心中。咱讲做心光骨啦，咱个心就是白白即个基本，啊，甲即个内源，啊，甲后进个中，啊，所以讲人讲七孔，就是即一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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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七孔七孔，啊，甲咱即嘛内源即个一孔，啊，甲咱即嘛即个基本，或做九窍，窍就是孔，所以讲咱拢在练即个头壳，所有拢是即个头壳来主宰。你若练好，后壁你即个龙骨啦，你即个龙骨有无？第一脉迄个一路上个迄个有无？袂呼气，啊！你若无练好，迄粒会呼气。你问捡骨头，就知讲啊，这个有修行无修行啊？哦，这就是咱所有的迄落、那個。啊，所以讲佛祖咧讲舍利子，啊，舍利子，阮父当的，哎、欸，怎啊连上成功啦？伊规身躯拢舍利子，来甲爸讲下者。啊，伫这4个月哦，哦，伊非常认真。啊，佫禁了真了，较早我是禁4年，啊，但是咱即摆副董会一直禁4个月啊，哦，4个月吼，啊，所以讲一寡歹习性啊吼，有可能啦，顶面就讲咱某娘要用伊有无，啊，会当讲慢慢互伊改善，伊过去的歹习性，哦，即歹习惯即个意思吼，啊，是咱安尼一路行来，咱某娘几啊支，即个麦克风，但是咱天山灵源金庙会有占一支。啊，所以讲，咱会当早暗直接讲，顶面讲的甲我讲的完全拢同款。另外讲都有天有地。啊，所以讲，我只有照某娘伊的柔顺，
配合恁的工程、伊的组织，伊家己会当进行安就对了。所以讲，咱所有话若定的，喙齿落了了都会活，但是若喙齿落了就袂活。哦，所以讲迄阵老祖因老师叫做长聪，伊讲啊，你来有看到我的喙齿无？伊讲啊，喙齿剩一齿。老师，我有看到你的喙齿，但是你有看我的喙齿无？有无？爱就是咧甲点化，罗圣刚。啊，所以讲，咱修持爱是亲像主教，伊是重礼貌、重谦虚。啊，一个人爱有内白，啊，你唔免讲学着了，就提出来顶。修持啊，是只万底深渊啊，真深真深的功夫啦。啊，所以慢慢去体会吼，你才会当知影讲啊，为乱中，为迷中，啊，你找出着这粒真的，啊，真的是啥？咱的心内底，咱的双果体啊，上果体啊。啊，有讲咱较早先天的记忆卡，咱要落来时阵，拢爱啉孟婆汤嘛，孟婆提水嘛，啊，才大家才会讲几底啊开始有你的业，啊，有你即摆要做的工课啊，或者咱讲叫做属龙工商嘛，吼，三十六行嘛，啊，包括咱即摆这个道业这行，甲咱的心业伊是相同的，所以讲咱是心道甲道心啦，哦，这个意思吼。啊，所以讲，伫咱这个小弟会当讲真荣幸，啊，受到母娘安尼吼，这么疼爱，啊，会当甲大家安尼结这个善缘，希望着这个缘呐，这个分吼，会当愈来愈高，啊，祝福大家拢会当成功，感谢。啊，感谢我们王道长，感谢。啊，虽然咱自由发言，啊，搁有人要提议的无？大家非常的很客气哈，啊，那无，咱得准备了这条就来决议啊，哈，因为大家无意见，好吗？那鼓掌决议。咱各界活动吼，比如讲有奖有奖庆，啊是种种的交流吼，啊拢有铺起咧咱的力。啊，如果你若要参加，啊，比如讲咱在南部嘛吼，啊你也当南部遐大家收会。但是咱这拢硬脚筋的啦，哦，拢是讲一人出一束啊，一人出一束啊，啊，一件安尼加关心啦，啊，这嘛是一种考验体验啦。你若无安尼出去，有影你行袂出去，会惊你人识无够啊，人识无够，你个胆识都无够啊。啊，所以讲，咱代理提供庙哦，这位啊，即阵上惊去迄个代理黑面提供有无？伊若去就变做，啊，所以讲伊这里有去甲。代理和平天公照打转来吼，你若看伊咧讲话无同款，啊，是毋是拍甲吹者？啊，各位吼，啊，这个理事长吼，王部长，啊，各乡地的乡主对不对？我咯吼，啊，伫阮这个关圣帝君的指导之下吼，啊，都一步一脚印啦，吼，啊，讲到和平天公吼，实在真趣味啦。我讲天公祖的。啊！台湾头、台湾尾，疆地遮济，敢就有差过我一斤？欠人个都爱恨啦，废话莫讲啊济啦，要做唔做在你啦，吼、哦！我去千百溪问底阿公啦，底阿公，啊！我张贤仪大队出生二月报我足清楚，莫啰嗦啦，欠人个都爱恨啦，感谢，哦。感谢我们在贤义真师兄。啊，说来有没有人在？还要提出的。赵永庆哈，很荣幸哈，啊，这个会的办到了哈，由我来承办啊。反正啦，都有欠点，会使跟我讲，啊，我来改进，哦，这较重要。啊，总部遐济人，唔是我上头主，重点爱主恁的下家安尼，好，重点爱主恁的下家，好，谢谢。啊，那咱自由发言，若无代无意见，啊，咱说来，咱来邀请着，下边来宣布咱的新的会员，哈，啊，
林奇恒、谢超龙、林三胜、林彩凤、庄福斌、江秀月、陈坤华、这是咱新加入的会员。今天有来，咱来邀请咱的理事长来颁发咱的会员证书，来请。咱来邀请咱新加入的会员谢超龙请来前面来，我们颁发我们会员证书感谢你的加入，由咱的妈妈，就是咱曾姐来代表。感恩，感谢，谢谢。所以那个林彩凤有来吗？有。林彩凤。感谢您的加入，感谢。来，感恩你，林彩凤师姐。林彩凤师姐是阮去普陀山看到阮安尼，大家拢足欢喜到阵的，都很用心，叫去红怪来，那你就讲我们要加入你的会可以吗？当然可以啊，谢谢感恩你。也不是外来的，是一看到咱这个会。非常的认同。是啊，我鼓吹，搁提，咱个校长来看，阮这拢定调，你看。来，说咧，咱个陈坤华。我不要代表。也嘛是咱个黄巧良来代表。江秀月。感谢，谢谢。还有一个江秀月，由谁来带领？阿飞有带领。感谢我们黄巧良，感谢。所以，咱来邀请咱也是咱的庄福斌，由我代表。还有我们一个林奇恒，由我们理事长来代表。还有我们那个陈佳慧，新加入会员的证书没领走啦。因为还有一个我们那个老社金曼好盖伊嘛多喝高，刚刚要加入啦，嘿。我们来也还热烈掌声来谢谢，来欢迎他们。咱即摆要转头戏，就是要咱们来摸彩。咱摸彩了后，好，咱再来全体大合照，好。咱即摆咱即个由咱理事长来提供的。有第一。我们由我们理事长来代表摸彩。
不要赢吗？真的，他真的适合。来，那这些士兵为什么很适合呢？来，哎，哇，这条，哇，好棒哦，有证书的，哦，耶。好棒，朱佑明。
哇！你看我们那个副常务监事，恭喜恭喜！啊，来，我们有请我们已经等了的张贤义啊，来特别来抽奖我们的特奖，特奖哦，大红旗吗？是吗？幸运得主会是谁？拉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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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张贤丽哦！看到今天看到我这个表情，就是不是哦？金丢谢秋龙耶！不是谢秋龙，谢秋龙，谢秋龙，没有来，没有来，没来，没来。今天加入了会员，那是没有来，没有来，是来就没有，没有来就没有。啊，不好意思嘞，再抽一次。没有来就没有。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来双八八，是讲。中央电视看到。谢秋龙。啊。啊。来来，今天就是讲，因为有来，你家己会员。有来较在场的人，咱才有法度吼来抽奖。安尼哦，安尼。好来，好，来恭喜。你有人听的，因为新会员大家较不知影，啊，咱吼赶快来以往，啊来感谢他中奖。是嘛是安怎？咱屯南里的敢真个遮尔旺，就是咱查村老五号，伫咱后里，咱屯南里真个遮尔旺，来宣布郭明旭。我今仔是咱屯南里咧钓的嘛。郭明旭不要。是是是是。啊，来感谢我们郭明旭郭师兄，来感谢中了我们那个聚宝福啊，聚宝盆啊，聚宝盆，聚宝。我有对。安水，我特别爱你，杨安水，安水。文昌币。啊，那个嘞，文昌币，啊，不然咱请咱的金主张佑新来给咱评鉴。他是角落谁家？啊，你要哪来？我妈。哦，慈莲宫。来，谢谢。还有一个，冇，这一个好了啦，这个季节好。啊，来，咱来，咱来，请咱老师啦。
枪毙下一个得奖组。别听话，都别听话。伊摕3000块要花，代表强的要来交强，要来交这个会员费啦。啊，我讲不如免啦，只我家己交。你这份哦，全咧加交一份啦。啊，这就是讲，刚刚像讲，阮头家意思讲，阮代表着伊无来，安尼阮会对伊较歹势啦。哦，安尼啦，啊，较歹个，大家甲大家吼，或者是咧歹势啦，阮头家较妥协吼，无只哦，王道长较歹势啊，你做你较歹势。对啦对啦，这讲是安尼啦，安尼后摆就是咱就是讲，这是一个建议啦吼。所以阮尽量后摆就是爱改，爱公布。我讲你用投一万，一干你就是红挑啊，啊红挑就你袂使不爱唬人啊。吼，而且以后就是咱这就是讲，大家参考啦，大家吼，就是讲啊，这后摆来改进，吼，这个会。因为吼，真正讲诶，因拢叫我大师姐啦，我是会使讲吼。甲张清晨，因阿个尹小伟，因甲阮文书吼，阮是20年啊。啊，这个内底吼，至少我是真了解啦。啊，我嘛唔敢想出意见，因为我看足济，我目睭走10年才入来遮，入来遮过20年啊。我拢看有，但是我袂使开嘴。伊安怎我会使开嘴？我以为有啊，我希望讲我另外退休啊，我拢着听讲。你听讲你话哩老，我娘上老，伊拢听人讲这句，所以吼，我爱搁坚强，我爱搁吼坚强，爱搁向恁天山林园金庙会所有的共主、所有的支持、所有的师兄师姐、学生啊，希望讲阮台北吼出圣光，恁大家有闲，希望讲来阮家泡茶，我歹所在啦，下下啊尔啦，吼啊小江啊，啊阮的主神是讲这尊龙。所以来遮甲开台上结缘，甲指导之下，阮老师甲调教之下，有一点点啊成就。我今日有这间出圣宫，嘛是阮的恩师开台上哦，甲帮忙甲指导之下，吼啊！伫遮祝大家吼，会当讲这道业拢会当讲精进啦，事业拢顺遂，合家平安顺遂，感恩。感谢咱的老师啊，给咱提供啊，后壁我们会改进，安尼吼，好，谢谢。啊，所以咱来邀请咱张清晨师兄啊，来给咱抽咱的二奖，奖落谁家，咱大家拭目以待。谢谢。到气味啊！这也是无价之宝的治愈宝盆，张天颂。啊，所以咱来抽奖，由咱创始会咱的王道长来抽奖。这个全部的奖品，这个是价钱最高的，嘿，啊，由咱得第五，道长。因为这粒哦，是咱家迄个新落去的。啊，这算讲要讲，伊个啥？个这个花草，伊讲这个红梅，伊这煞是价值。
哦，所以讲这个吼，那抽到这个人哦，我非常加感恩啦吼，嘛祝福伊着缘分利尽通啦吼，啊，佮福禄寿喜吼，安尼到啦安尼吼，可以安尼，啊，所有的食方哦，啊菜拢甲起伫遮，啊嘛当带动咱自己会这个气氛，好不？好刺激哦！大奖奖落谁家？哇，已经得张学义！来，水妹累死哦，出事者来，来，水妹，进来，我进来，水妹，来来来，进来，来啦，我来看着啦。哇！恭喜恭喜，抽到大奖！这做生意一定稳的啦。哇！啊，这我多钱有哈，因都多你袂吃。哦，恭喜恭喜！安尼无抽到人，我们在明年如果有的话再举办，再接再厉啦！哈。哦，妹妹，咱已经等，他们上早就在家。我们家，他们咱可以结束，啊，咱来用上天的蜗牛，啊，咱再来全体大合照，好。江山无界大大圣，要伫金庙，西洋金庙大至尊信心王父文武众神殿来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踏破江山，咱的朋友，啊来，啊咱来全体，啊咱所有的会员。这是新特点，啊，请恁啊来到咱的头前，啊，咱来准备咱的大合照先。Thank you.